向前调团形和团圆，农历过年是台湾人上加重要的节庆之一。为了嘛，代表着全家欢迎团圆的意义，刚以店客福利之家特别举办岁末围炉餐会。刚以馆长翁章良在刚以店客病院院长林志宏和新闻处长罗平宏的陪同之下，和福利之家的长辈同乐。翁章良强调，由营养师特别经过的年菜，和长辈和家属在团圆的时阵，做伙来品尝着健康和美味的菜。活动主播由平均年龄75岁组成的笑眯眯老奶奶悬丝偶剧团，偶剧的演出，人偶操控声控逼真，人伫顶背笑嗨嗨。馆长翁章良也亲自来体验人偶的操作，甲顶背做伙欢乐。接袂伫福利之家志工的带动之下，跳起海草舞，希望伫春节前夕用温暖的陪伴，带互顶背温馨甲欢乐。今天长庚福利之家特别应应过年来这边跟大家所有的老人家祝福大家新年快乐。那我想大家知道长庚福利之家除了带来医疗资源照顾我们的病人以外它还有一个福利之家，那现在很多老人家在这边被照顾得非常好。那今天有表演有欢乐，有跳舞，还有各个家属带来他们的拿手菜，那来给老人家有一些家里面熟悉的味道哈。所以我想一个好的护理之家除了要有好的工作人员、好的志工，那还要有好的管理，那我想这是非常重要。尤其老人家老了以后很多的行动不方便，那很多事情都要靠别人，那既然要靠别人，这个别人的素质跟训练就非常重要。那长庚是一间非常好的医疗机构，那这个护理之家在他们专业的指导之下老人家都过得非常好，那我们也预祝所有老人家大家新年快乐。馆长翁章良强调，嘉义县老年人口愈来愈多，照顾老年生活、维持生活品质是社会福利上重要的工作。未来，伊希望伫嘉义县设立三官学合作的长照产业园区，唔呐创造经济社工以及医疗照护人员的就业机会，并带动经济医疗资源之外，和不老社区永续发展。这是新闻，钟乃新嘉义县采访报道。